卖给我，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原理。不是跟转不转没关系，你明白原理了，转了就拖了点球，什么转了就立着点。你们不说这个老在纠结这个问题，看主力右脚在前，什么左脚在前拉球吗？我就告诉你什么叫原理。我们教你的东西是让你以正规的这种方式去拉球，等你会了以后，你怎么拉都可以。你看他们拉球是不是很多人？你们感觉哎，是不是右脚在前一点正好拉球？哎，他觉得为什么？你来和以前不一样？不是的，他们是方便于还原，或者是这个方便于反手的这种相持。哎，他哪只脚在前面其实无所谓。我给大家看一眼，来。需要发什么？啊？正常的拉球是不是这个原理？用腰来，我给大家看一眼。我这么拉球，你们觉得我能拉吗？你们说我能拉吗？我看看公屏上打，你们觉得我能拉吗？啊，我这么站位，你们觉得我正好能拉球吗？能。我这么站位能不能拉？我这么站位能不能拉？大家看个特写。我这么站位能不能拉？你们说。有的时候不能，哎，不能的多一点。一半一半。啊，这说能的都不懂球，我这么拉球谁能拉？以后不可能有人再捧你了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不可能有人再捧你了。球赛在这儿我能拉，球赛在这儿，我上哪儿了？啊，爹了，我拉一个来，来拉一个，不，你下去，我在这儿我怎么拉？原理对了。拉没拉？我面对的是这边，我能不能拉？我有没有你们拉的冲？来发一个来，这就叫原理。我照样转腰哈、啊，转腰。稍微加点保险，你发准点，发长点。好好好，你这能不能拉？刚才不是拉上了吗？能不能拉？大家看，我是冲着这边的，来发一个。你发，对，发这个位置，你发这我拉不了，能不能拉？一样能拉，原理对了。看转腰，哈，转腰，转腰还是你看我在这边拉时候也能拉。来，来，这样能不能拉？我这样能不能拉？这样能不能？我这样能不能拉？大家看这样能不能拉？还有说能的呢，我快落枕了。我这样能不能拉？来发一个，来往这边发点。这边。嗯，我能不能拉？我屁股对着你们，原理对了，怎么都能拉。所以我们教你的东西是原理。对。来发一个，那转腰，我还能转腰。你们看我脚没动，我是不是屁股对着你们的？来这边，我这边一样能拉，我脚不动，看转腰，我一样能拉，我两边拉，这就叫原理，我脚一点没动。腰软，大家说你腰软？不是腰的问题，我脖子。不，你们看，我就是背对着你们的，我从这边拉，从这边拉，我都能拉，只要原理对了，对，都能拉。真的能拉。